俄罗斯外交部被朝鲜派志愿军参战是假消息。8月5日，美国纽约邮报引述俄罗斯国防专家 Igor Koronchenko 在俄罗斯电视第一频道上说，有报道称有10万名朝鲜志愿者准备来参加乌克兰战争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8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，我们要肯定地指出，这些消息从头到尾都是假的。